去年十月的新专辑发布会上，贺子铭手捧99朵玫瑰突然来到台上，向何洁真爱告白，何洁当场飙泪，恋情正式曝光。昨晚6:30，前男足国脚李金羽发出微博，偶遇求婚现场，好温馨，好幸福啊。貌似何洁虽然不认识，但祝福他们。从照片中可以看出，女主角正是何洁本人，男友贺子铭手持巨大的一束玫瑰，手捧钻戒跪地求婚，何洁明显不知情，被惊得双手捂嘴，难掩喜悦和感动。随后何洁在网上公布了与男友贺子铭的合影，何洁露出甜蜜笑脸，无名指上的大钻戒十分夺人眼球。工作人员表示，因为刚刚答应求婚，所以何洁并未考虑婚礼等事，但有新的消息会第一时间告知歌迷和媒体。